ここ街中まけはみしえぜいいなここ街中や是讲的是那个对恋人的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对恋人的一种思念。其实我们在异国他乡的人，因为也是对家乡也非常的思念，尤其是他虽然讲的里面叫马加米，就是美龄少女的意思，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高山啊，看到河流啊，看到下，包括在下雪天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首歌，想起远方的亲人。尤其是他第二首歌，他说如果我们人们不曾相识，我们怎能相知，然后不曾相恋，怎么会相思。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我们来到这些异国他乡这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理解相爱相知，彼此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远方的时候也特别会想念自己的家乡，所以我经常也喜欢哼哼这首歌来表达对故乡对亲人一种思念，其实也是人对心里的那种渴慕，渴慕爱情，渴慕友情，渴慕亲情，然后就是一种思想思念的一种寄托。所以而且这首歌的曲调也非常的优美，它有我们藏族的那个特色，另外就是也很适合女性来唱这首歌。另外就是它也是非常非常著名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情歌，这是他情歌里面大家都非常喜欢非常熟悉的，所以我就愿意选择这首歌了。我是1999年来到美国，其实我出生在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是在青藏高原东部有一个就是大山里，其实我是大山的女儿，所以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去成都上高中，然后就是然后来我去了北京，来了美国，然后来到美国其实也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来了以后虽然在国内工作过，但是来到美国以后完全又是个陌生的环境，语言呢有语言障碍，也有一些文化的差异，然后又心里面有落差，
所以就是也跟到任何的移民一样，就是经历了很多的挣扎，也有很多的压力，然后也有很多的心理上的落差，觉得从这边以后什么都是从零开始，对，然后也当时我自己孩子在这边，所以我要养孩子，要上学，要工作，完全就像一个就是一个单身妈妈一样，单亲家庭一样的，所以我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艰辛，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在美国要生存最大的信念就是不要放弃，就是努力坚持，很久忍耐，